第十名，桃谷六仙，出自《笑傲江湖》，六仙分别为桃根仙、桃干仙、桃枝仙、桃叶仙、桃花仙、桃石仙。他们轻功极高，履历极强，互相配合，无懈可击。曾裹挟令狐冲大闹华山派，当时的岳不群夫妇也只能和其中三人战成平局。岳不群更是怕六仙寻仇而率领所有弟子离叛避祸，足见桃谷六仙有灭派毁教之能力，在嵩山大殿轻松虐杀玉姬子，杀人手法极为恐怖，且其性格滑稽，喜抬杠，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滚刀肉做派，令嵩山掌门左冷禅头痛不已。六仙组团后武力两颗星，位居第十位。